陆远良说跟你一样，这种话。那可以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是哪个校区跟哪个系级的学生？我是一校电机系的。我是一校应用系的。一校行政系。我们是一校的史科系。我们是一校区的，然后职工系。有去过二校吗？有。那都会去二校上课吗？还是干嘛？不会去上课，而是去找女友。找女朋友。看来他是去修恋爱学分。那这样对二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吗？觉得很远。二校感觉没怎么的。二校好像比较好，比较先进，比较大吧。钱比一校多。感觉他们比较吵。比较吵吗？感觉。然后吃的东西比我差。餐厅比较难吃。餐厅比较。二校的话，几乎大家都会吃 seven。对，不止自己。还有听过什么传闻吗？女鬼桥。女鬼桥好像在一校哦。东海湖。东海湖传说那个吗？对。二校妹子好像都比较正吧。我都比较正。那你觉得一校的女生怎么样呢？也蛮正。也蛮正的。好。接下来听听二校生怎么说。统计系大二。对，我也是统计系大二。我们二校会计系的。那有去过一校吗？有啊。那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树比较多。走路要走比较久。我觉得宿舍比较过吧。一校多比较多吃的。多社团都在。社团都在一校。一校就是校区比较大，感觉教室要走很远，比较累。但是他们有学餐，我们的学餐好像不怎么样。真的。遇到了两位戏剧系的同学。我们是二校参旅系的学生，你呢？我也跟你一样呢。那有去过一校吗？有。你当然没。当然有啦。那觉得一校跟二校有哪里不同的地方吗？一校花餐很好吃哦，炒饭超好吃。炒饭好吃，我也常常吃炒饭。是的，要加蛋。对。那个半熟的。好。那有觉得一校跟二校的学生有哪里不同的地方吗？你先说。一校感觉比较饱读诗书文学院我们都在没有啦，也不是都在玩啦，但是就是比较小，感觉比较常见到面一校人感觉都见不到的感觉我们这样讲会不会被一校的打没有以上都是开玩笑的纯属笑话一校生都这么说，我觉得二校的学生好像比较会穿搭。听说二校的男女生好像都比较漂亮。对，真的。我有明显感觉到。有，我上次第一次去二校也觉得男生很帅。对。录了吗 ？OK。哦，真的，开始了。尴尬了吗？那朵花还在。没关系，不会录到我。一校跟二校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吗？有没有比较漂亮或比较帅的啊？都在二校。之后这样会让一校的人打我吧？但二校真的看，就是有些戏看起来就很漂亮，很有气质，美术系、音乐系，对，他们就比较会穿衣服的感觉。对啊，像我们都穿的乱七八糟。二校生这么说，那会觉得二校帅哥比较多吗？没有吗？没有的吗？觉得一校比较多。一校比较多吗？一校比较多。所以你上次去一校，你有看到？有，我觉得一校比较多。我觉得没差。那会不会觉得自己校区的就是女生比较正？有吗？一校校区比较大，那个样本数比较多。样本数比较多。宿舍比较好。听听他们怎么说。二校牧场的味道很重。你住在宿舍的时候？对，就是你有时候半夜然后走出去，你觉得怎么有一阵味道？有时候洗完澡，我想说奇怪，到底是香还是臭的？你有觉得住在二校宿舍的那个牛味会很重吗？不会，因为男宿的味道都被女宿挡住了，接下来听听东海有什么奇葩人物。有在二校就是听说过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吗？二校。你就很有趣啊！哎呦，少来了啦！在美术系有遇过什么就是最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应该是美术系的穿搭会很奇怪。很奇怪吗？是哪有没有看过什么哪种奇怪的？我曾经看到，就是有人把超怪，他就把一个尖尖的东西穿在这里，然后我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后来我才知道他这里，我近看他自己在挂画笔，画笔架吗？但我还以为蔡康永。你说他的这个鸟吗？超怪的。就是你们会希望你们住在一校还是二校？一校。一校吗？为什么？因为我没有住学校。你没有住学校吗？好。所以你刚才是在旋转我们。一校吗？为什么？一校。
一校看起来比较多人，比较热闹。可以选择的话，你们想当一校的学生还是二校的学生？二校。为什么？比较喜欢艺术之类的。那怎么会去读资？哦，资管吗？哦，因为啊，好，对不起，我们不该问的。我还是会想二校哎、欸，二校，因为我不太认真读书。哦，不对。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要一起？如果想看更多我们的影片，请记得订阅哦。